们的拜风过战。好，今天我们三位分别东风、南风啊，东风是你哦，哎，我是南风，你是南风，东南西被淘汰了。好，今天总奖金只有13000，我们节目以来可能算低的，但是还是要打个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打上来跟我们决战北风北。好，来 ，A 妹，你搬到东风。石出看三角台，好，看一下 A M 尾龙湖奇，来个奇迹吧 ，Anna 广播，来 A 东风，东风来个奇迹吧，火光，那个狗，真高又太开心，北风，东风，这样，北风，好的，正能量，来，10万。红中，南风，加油！嘿，红中，一顶，南风，再加油！好的，还不怕起得烂，就怕排不上张。好，发财，抓一张靠一张，抓一张靠一张，碰着碰着碰啊，碰着，马上就。我刚上队，对，打打，你出文了啦，六条，6万，来吧，加油，哎，没加到，红灯。Anna， 嗨，西索，7万，7万，没事，好，有点，没风，拜拜，好运来，哇，七颗星，错。一条，加油！哇，七筒，3万，吃哇，好香，好香，对呀，香一下，奖我一个。这还要考虑一笔，要想一下。怎么选？只有一两张牌可以打，不是打这个打那。要分析收入一下。等一下哈，分析收入3万。八笔。哇。吃。哇，喂饱饱。空荡荡，有个发发碰来的，哎，你也空荡荡，对不起。那我们非常想说，我都没说了。哎，先收回。5条，5条啊，我开胡的。哇，我刚才又怎么样？等一下啊，第四局一定要放炮，不可能进对倒，还倒下来，不可能进对倒。你看吧，上张比较重要。谢谢你，大宝。应该我很搞笑的。什么？是如果打4条拼对倒，不可能嘛！打麻将不可能拼对倒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发财庄家2台。现在是拜风过战的第二把，来，子晴，再摸一个，三，看三家的牌，来，子晴，加油 ，Anna， 加油 ，MM， 华哥，好，子晴，下楼，好，10万。南风，五花，南风，
风。加一，北风。西风。大饼。西风。发财，黄的。九锁，谢谢。一万，五花，红光。四万，六万，六万，七个，八打八万，八万，开的真准。九条，不查一下，我不知道了。白瓶，八条。跟上加八条，谢谢。吃四饼，放着。安静。很害怕。紧张兮兮。一万，三点，我盯着，加油，南风，安全，下一个，一万。拜拜，加油加油，你不要的，八万，二万，进个三万，进一个三名，很多。北风，加油！哇，那是可以的，四万。好，哪就有这么多？无所。看你还是要打。加油！又是这个，南风。加油！一万。
二饼。五花，正花，嘿，看一下啊、哦，三万。但我叫错了，是六万。六万，淘汰。啊，拜拜。说谎，说谎，说谎。什么？不摸了，看看吧。来倒下来，三六条。嗯，对，三六。你这牌为什么打二？我听好，二饼的意思是。因为这里很危险。而且大家这里很危险。我傻眼。啊？为什么这里很危险？那么厉害？这里很危险。为什么很危险？他一个饼子都没有，红心没线。因为什么？可是因为桌上，桌上哦，没有什么饼子，这样子哦，对，没错，这样子。对啊，不然你也可以先打五万啊，五万那么安，就是边走边说啊。因为这打你一上听的牌，打了两上听，对不对？你麻将不能乱怕，而且你们只有三把牌，输了就没有机会了，你没胡牌没机会了，对不对？发财致富，两财三财。拍不破绽的最后一把，报告三下的积分。嘿、，MM 是2800，嗯，子琪是4700 ，Anna 是7500。好啦，一个差2800，好，来我看看你要不要胡多少牌。来 ，Anna， 你先开门。你要去哪里？好，报纸 double， 哎呦，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。好，去来看看三下的牌。好，看一下 Anna， 加油 ，MM。奇摸一把，好 ，Anna 出菜哦，北风。MM 你要自摸两把哦，两台哦。北风。东风。好。南风。三秒，红中，红中，尾针红中，来子。西风，五万，八锁，发财，什么？发财，五花，三万，对，七万，还有，四万，六万，难，四个水温，马桶。是你吗？ Oh, no. 这一个。Oh no！ 无所。发财。进来。等一下。别的白皮，没有，
很有研究。九万。九条。进来。顶顶尖，顶顶尖耶！先跑个木桶，谢谢你。太惊人了，太甜了。六万，五花，五口。进来一个，进来，哇哦，一万，哇，没错，九万，对对对对，南风，进来，五风，五花。你有一只吗？好，金币，八万，我没办法，七封，靠自己，没靠到怎么办？哎，我感觉就是要的东西，六万。Oh my god， 八百。你打不听，你那么流流什么？打不听也是输啊！你那么怕怕怕怕到最后还不是黄，要不然就是别人红。但他吃两挂了，两挂怎样？打不听有什么用？我再进一个会不会就有机会了？进一个看看，哎、欸，哇，来宾！天哪，这里。四万，进一个，死风，你不能活哈、哦、，M， 嗯 ，M， 我摁住你了，都顶不了。你直播就可以了。哦，直播就可以了。那胡三台，好，加油！没有机会。很累，七万。心很累。心很累。南风。小鸟。OK， 好。进一个，小三元，双方白板，对啊，一个中，天元的，其实你不用抬就可以了，因为他现在 double， 如果你试播的话，他 double， 你也可以，你不用两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嗯，八万。我拆完了才五八就掉。哎呦，真的是很累，很累。哎呀，六万。五万。六万。九万，五万，哇！对呀、啊，走一次，是摸了是吧？嗯，小黑，
什么强运之人？你摸一下我吗？摸一下我吗？强运。九条。镜子，嘿。Anna， 你不用放怕放炮，他们不会唬你的，他们才自摸才能够运转胜，你懂意思吗？好。三万。白婷。五花。吓死了。六万。勇往直前，一直打的啦，不用考虑啦。加油。Oh no！ 我的妈呀，九万！ Oh no！ 这是 Oh no！ 嗯，嗯，没有，太天哪！三万，打得很厌世。哎，好累啊！加油！哎呦，这也是很困难。现在困难什么？他不懂，到底会不会打牌啊？我不会了。困难什么？我不会了。这个没有人要啊，困难什么？哎，好辛苦啊！哇，快跑下来！嗯，好了，毋庸置疑的啊，本来是 Anna 呢，就是领先的，所以恭喜 Anna 败部复活获胜。来，别战北风北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。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，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。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